好的，恭喜各位喜结连理，接下来你们几对就要接受考验。获胜的夫妇可以获得模范家庭的荣誉称号，并且得到奖励。六组根据抽签，两两对战，进攻方蒙着眼睛向后打，防守方快速通过后排座位，被打次数少的一组获胜。我觉得咱俩别你打完我打，咱俩同时走。请出歌。你们一共被打到了十下，把拍子都打掉了，老当益壮。让他们先玩，给他们累啊。报仇的时候到了，可是我手短。没关系，我们打回来。好，请出歌。EDM。大家一起上，然后我挡着你过，然后我就说。那你得先上一个。对，我先上一个，你紧跟着，咱俩就是同时。这样啊，你被铁豆摁住的那一刻有没有感到我有种无力感？你怎么知道是我按的，不是沙老师按的？因为你一边按一边说不许你欺负我老公。你别欺负我老公。我在那边，就在这种情况下她老公还是被拍了。你说你多笨的。我本来是打算帮你挡着，用了。恭喜沙小艺和铁豆获胜。你可以站起来。站起来。不用站吧。咱俩一块儿过去。对，就是我，你走这边。行。哦，一起过很快，其实会。他们是打算音乐一停直接就走。对，请出歌。辛苦快乐半天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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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一大嘴巴给。辛苦快乐半天好，辛苦快乐半天好，辛苦快乐半天好，辛苦快乐半天好。你好，给了我一个嘴巴。我这一大嘴巴给的，我郑恺。
发生了什么？谁？谁？谁？李小牛、关晓彤总共被打了九下，所以这样还是不行，还是得快。就一个一个过呢，被打到的几率反而更高。我们应该二合为一，两个人合体一起通过，哦，对不对？请出歌。看着就是下狠手的脸，先省着劲儿呢。你看，小童还蓄力呢。你看，手很长啊。啊！新闻快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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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！哈哈哈哈哈！哎呦呦呦呦！郑小凯被打了八次，潇潇一次都没被打到。行不行？没被打，我看没有，还好吧。模范家庭，辛苦了。模范家庭，恭喜郑小凯和李潇潇，恭喜。喝口安慕希吧。我怎么觉得有诈了？就还没开始呢，没放音乐呢。我是不是要假装拧不开瓶盖啊？哎呀，你怎么拧不开瓶盖啊？啊，是的呢。滚！哎呀，我太暖了。你们俩真的开车走吧，开车行。你俩确实把我们拴着了。你们俩，我本来是打算帮你挡的，用了。别欺负我老公，他年纪大了。所以这样还是不行，还是得快。我们应该二合为一，两个人合体一起动。请出歌。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！新婚快乐，百年好！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！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！差不多，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！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！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！哎呀！这要干嘛呀？要飞呀！我要重新找回属于我的天地。我要重新找回属于我的天地。哇！哎呦我天哪！所以只被打到了一下，杨超也打到了两下，总共三下。啊，他们是郭正啊！太累了，我想重玩一次。早说你可以飞的嘛！早说可以跳，谁不会呀？我就真的，我就从这儿起跳，我就飞过去了。哎，我的天，我这腿不够长呀，咋办？你以为我够？你以为我够？好，请出音乐。
咱俩一块儿走，然后把衣服脱了，直接给他们上身了。不像话！谁？这扣都给我拽拽，都给我拽掉了。我本来是希望用这个西服呱唧给你们俩扣住，然后趁这机会赶紧走。我也没感觉我被扣住啊。我也没感觉啊。所以一切都发自你自己内心深处，都是我设计，都是我设计。哇，今天的天气也太晒了吧！让我们赶紧来涂一下我们的肌醇烯小金钻，金箔服贴不假白，无粉质，还特别的水光。恭喜我们三组获胜的家庭获得了模范家庭的荣誉称号。你们的人偶将会在人生阶梯上上行。